如何活在神的应许里面，原来是诗篇九十一篇神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神其实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应许，这个应许包括我们刚刚唱诗歌已经唱到，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耶稣基督来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使每一个相信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还不止于此，说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永恒的永生里面，神在今生也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应许。耶稣说，你们来就近我，有活水可以喝，有永生的灵粮供应给你们。耶稣说，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是得着的，你们就必得着。耶稣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应许，包括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他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诗篇九十一篇的结尾也说，他求告我，我就要应允他的呼求，使他在世足享长寿。请问弟兄姐妹，刚刚我提到的警示耶稣基督，以及在圣经里神给我们所有应许里面的一个凤毛麟角而已，请问有哪一样你不要？你说，上帝啊，我够好了，那一样我可以不要，那一样我也不太在乎。哦，我相信我们当中大多数，或者我盼望我们每一位都说，主啊，你每一个应许我都要，你每一个应许我都要经历它，在我的生命中成为一个事实，成为一个见证，使我们的生命果然做你的光和盐。阿们。是的，我们要活在神的应许里。可是不可否认，今天这个世界，当我们张开眼睛，当我们打开报纸 Internet 上面的 news 一发布出来，我们真是觉得好像这些电视台，这些新闻台，除了灾难，除了恐怖袭击，它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报道的。所以不可否认，当我们张开眼睛，当我们四处看，我们所看到的是灾难，是灾荒，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些让我们越看我们的心越沉重。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我不看新闻还好，看完新闻我就觉得我要得忧郁症了，所以他说我现在通通不看新闻。是的，我们想说我们不要去看，我们不要去听，好像就可以把我们隔绝在这个灾难的世界之外，甚至我们最好也不要去讲。哎呀，讲多了心里面就觉得真的是七上八下。哎呀，这个校园又发生枪击案啊，连上班的地方也有这个，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恐怖组织派来的人，也会莫名的受到灾殃。可是我们真的不看不听不讲，就使我们与这个世界隔绝了吗？就使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应许里面吗？我想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是，我们可以选择不看不听不讲，但是那并不能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应许，那并不能帮助我们的生活每日每刻都感到神平安的同在。所以我盼望今天用诗篇九十一篇里面的几个重要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活在神的应许里。那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永在的父神，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每日每刻引领我们的宝惠师圣灵，求你自己的话语彰显在我们里面，引领我们进入你的丰盛，进入你的信实，进入你的应许。父啊，求你来做我们的老师，
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大能的膀臂要来帮助我们，你是何等信实的脚步在前面引领我们。主啊，今天你在清泉谷教会，你要使我们无论听的或讲的都进入你的真理，活在你丰盛的应许里。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所以谈到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圣经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节经文真好，他说凡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如果看希伯来原文，这第一个住它其实是一个分词，是讲那个住在耶和华里面的那个人，然后第二个住才是一个完成式的动词，这个人完完全全住到那全能者的荫下。什么是荫下呢？就是好像神的膀臂，好像神的翅膀张开，给我们了一个安全的屏障，给了我们一个严酷的夏日里面的一个阴凉的居所，给了我们一个长途跋涉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休息得安慰的住所。所以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而这一篇图画呢，尤其在路德记里面让我们可以看见什么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如果你们还记得路德的故事，路德本来是摩押的女子，嫁到拿俄米他们家，不久她的先生死了，她跟拿俄米是孤苦的寡妇，拿俄米就要决定回伯利恒。在回伯利恒的时候，拿俄米想到前面的路途那么艰险，我想很多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看过路德记播种所做的那个 DVD， 他们要经过雅嫩河谷，要经过摩押高原，还要再下到死海附近，穿过约旦河才能回到伯利恒。那一段高山低谷的路程，白日有太阳的酷晒，夜间是沙漠里面的寒冷，白天可能是摄氏40度，晚上可能是接近摄氏0度。两个孤苦的女人要走这一段路，冒着生命的危险，路德居然跟拿俄米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就去那里，无论你在哪里住宿我也跟你在那里住宿。然后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接受耶和华为他的神，跟拿俄米回去伯利恒，然后去波阿斯的田里捡麦穗。波阿斯说了一句话，波阿斯对路德说什么？波阿斯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什么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刚刚诗篇九十一篇我们读到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什么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又有什么好处？波阿斯祝福路德的这一句话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像，路德选择相信耶和华，路德付上生命危险的代价回到伯利恒，就仿佛他将他自己躲藏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躲藏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有什么好处？波阿斯怎么祝福他？他说，你要满得耶和华的赏赐。那我们看路德的一生，当波阿斯跟他说了这一句话之后，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嫁给了波阿斯。他们家没有后代，可是神给了她一个俄贝德。俄贝德做了大卫的祖父，那么路德就做了大卫的曾祖母。然后路德不止从此过着我们说幸福快乐的生活，他的名字写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你说路德的生命是不是从一个孤苦的寡妇，如果他死在摩押地，我想没有人在乎一个路德，可是他选择了要将他自己藏躲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他的生命有了何等不同的改变，何等丰富的祝福临到了他。我想那样丰富的生命，就是我们希望今天神的话住在我里面，我也藏躲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神可以将这样的生命改变，这样生命的祝福成就在你我的生命中。你们说是吗？阿们。但是话说的容易，藏躲在耶和华神翅膀的荫下，做起来似乎有时候有点困难。你说为什么 Susan 你这样说呢？因为我记起耶稣基督对耶路撒冷说了一句感叹的话。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躲藏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我们将满得神的祝福。为什么耶路撒冷的百姓竟然看不见，而耶稣说你们不愿意？耶稣这段话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恐怕心里愿意，但是在心思的战场里面，我们又被仇敌胜过。有的时候我们愿意，可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所以要常躲在耶和华神翅膀的荫下，并不是人人都做到。当然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光景，在主后70年被罗马军兵攻陷，烧杀掳掠，连圣殿都被火焚烧。耶路撒冷的光景果然是凄凉，没有人愿意重蹈耶路撒冷的覆辙，没有人愿意当耶稣基督说，来呀来呀，我把你们聚集在仿佛我母鸡翅膀的荫下，你们来我的荫下得安稳，你们来我的荫下得保护。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再重蹈耶路撒冷的覆辙。那么在诗篇91篇里面，到底耶和华神向我们启示了怎样一条路，让我们可以进入耶和华神翅膀的荫下，得神丰富的恩典呢？第一句就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这个住到底是什么意思？刚刚解释过字面的意思，可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代表什么呢？那说到这里，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一位姐妹的见证。她在电话里面告诉我，她说她信主30年，是乖乖牌的基督徒。所谓乖乖牌呢，就是要做礼拜她就做礼拜，要查经就查经，祷告就祷告，教会里面服侍她也从来不落后人。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乖乖牌的基督徒，也这样在人的眼中看来，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有美好生命见证的基督徒。说实在，这位姐妹我真的非常欣赏她，她的气质高雅，跟她谈话总觉得就是好像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但是她说，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心里有很多的害怕。所有乖乖牌他所做的这一切事情，30年的基督徒，而且是好基督徒，他说都是靠我自己的力量去做的。他说 It's by my strength, by my own strength。 可是当外面的环境好像有一点震动，超过他的这个 strength, 超过他的能力所能够去 handle 的，所能够去来 perform 的，他说他里面其实就感觉好像整个人趴下来，他里面其实害怕到不行。他说我都觉得我好像快要淹死了，可是在外面我仍然可以服侍，我仍然可以参加聚会。但是有一天，当他读诗篇91篇，用这一节经文来做导读，在10天当中，他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读诗篇91篇导读之前，这位姐妹面临了什么让她的害怕呢？第一，她害怕她要回台湾要坐飞机，去年刚好飞机空难事件特别多，她要坐飞机回到台湾，万一飞机发生空难怎么办？她还有家人在美国，那美国的家人怎么办？他们的生活谁来照顾？然后她回到台湾，她还要面临一些长久以来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会很尖锐的刺痛她，好像那个飞箭啊，就射到她的心上。她说常常在以往她就是受伤累累，所以她非常不愿意面对，可是去年她又非得面对这个问题不可。然后她说她才发现，过去这么多乖乖牌信仰的操练并没有帮助她真正住在耶和华翅膀的印下。那我就问他，那你有了这样的经历，你觉得什么是住在耶和华里面？他说，我嘴巴说，我行为去行，可是我心里没有真正的相信，我没有把自己的主权完全交托给主，我还是想要靠着自己的能力来 perform, 来做好这一切。他说原来我发现让我能够真正住到耶和华里面是要靠信心，是要靠信心。他说神好像就借着诗篇91篇不断地跟他说，女儿你要来依靠我，住到耶和华里面。他说当我凭着信心走进去，我住在神里面。他说我在台湾很怕的那些飞箭啊，他说那个飞箭仍然过来，他说可是好像找不到我的身上，好像那个箭就这样咚就落下去了。他住在耶和华里面，不是靠乖乖牌的行为，而是他读神的话语，细细的读，细细的祷告，10天的时间帮助他胜过他在台湾所要面临的一切，也帮助他胜过他里面的害怕。但是弟兄姐妹，并不是一次有了这样的经历，那么从此我们就说我们是无敌铁金刚了啊，不是，这是每一天的操练，这是要靠我们每一天与神紧密同行。所以要如何活在神的应许里，诗篇91篇第一节告诉我们，你要相信神，这是第一步，相信神。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要依靠神。依靠神，91篇第二节的经文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这个依靠本来最恰当的翻译就是 trust in the Lord, trust in God。 本来 Albert 给我寄来这个你们的主题信，就是大纲哈，他就翻译 trust in the Lord, 这是最好的翻译。但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强调的是，
要 lean on God， 这个依靠是 lean on， 就是好像我跑了400公尺、800公尺的这个竞赛，跑完之后上气接不了下气，好像双腿发软，我必须要靠在一个树干上，或者我必须要靠在一个椅子上，我要 lean on， 我的身体要全然依靠，好像仿佛我才能继续走下去。所以这边 trust in God， 我想跟弟兄姐妹要强调的是 lean on。 为什么 trust in 这么好的翻译，难道它不对吗？非常好的翻译，完全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太多的时候我发觉连我自己都落在这样的光景里。我知道我的神掌管一切，我知道我的神负责一切，他是历史掌管的神，全能的神。可是我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跟你们分享，有时候我会因为今天要讲到太紧张，前一天晚上，不用说前一天晚上，从前三天晚上开始我就睡不好觉了，太紧张了。我有没有 trust God？ 我知道啊，我完全都 trust God 在我的脑海里，可是我有没有 lean on God？好像我还要靠我自己来把一篇道讲好，好像我还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来 perform， 好像我也是乖乖牌的基督徒。所以我想跟弟兄姐妹讲 lean on 是何等的重要，完全依靠。而且我们为什么要完全依靠？那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人太容易知道要 trust， 要信任信靠这位神，可是祷告完马上又把交托给神的事自己拉回来，自己要想办法。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主啊求你医治，主啊求你感动我的孩子得救，我也常做这样的祷告，早上祷告完，主啊你为我的孩子得救，你必定做成这事。祷告完马上想，今天可以给孩子写一个什么经文啊？今天可以打电话要跟他怎么讲去要到教会做礼拜，好像马上又要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要 lean on， 要依靠神。那在这里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学家的一个实验，在 UC Irvine 有一个 Dr. Paul Piff，他是在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epartment 做副教授。那么他呢选了一群 UC Berkeley 的大学生，在他们当中做了一个实验。实验很简单，就是两个人两个人一组玩大家都会玩的大富翁。好，但是在玩之前呢，这两个人当中他们就用丢铜板的方式，好，那拿到铜板正面的人呢，他每玩这个大富翁要丢骰子的时候，如果丢到三，好，本来是走三步他就可以走六步，好，就是每一个都加倍。如果他得到这个奖赏，说有100块钱的这个奖金，那么他就得200块。所以每一个 move 在这个大富翁的游戏里面呢都是给他加倍。另外一个对照组的同学呢，就是丢到四就是走四步，丢到五就是走五步，好，就是按照正规来玩。好，所以就这样来玩这个游戏，你们可想而知，你们觉得谁会赢这一个游戏？那个 double 的，对。好，于是呢游戏结束之后他就访问，而且不只是一组，他有好多组，所以很多学生都来玩这个大富翁，两人一组。他就问大家，嘿，你们玩这个游戏你感觉怎么样？大家就说，然后呢他就特别去访问这个赢了的人，赢了的这些学生，说你们赢了这个游戏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大家就说，啊对啊，我很会买那个房地产啊，我很懂得怎么样丢这个骰子啊，所以呢我现在赢了这个 game 呢都是因为我做得好啊，我做得对啊，我房地产都买对了啊，我把钱都很适当的投资了。没有一个人讲说，哦，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丢了一个铜板，好，我得了 double 的好处，没有一个人讲。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太容易在成功里面认为一切都是靠我自己。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坐在美国清泉谷教会这么好的教堂里，是因为我很会读书来美国留学，还是因为我办移民签证那个律师办得好，还是因为都是我的本事？其实若不是神借着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聪明才智，若不是我们没有生在非洲的饥荒里，或者生在中东的战乱里，我们又岂能受教育，然后又岂能有工作的机会跟工作的本领呢？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不都是从神而来吗？我们又有什么真的能够说自己很能干，自己很用功？就好像这些玩大富翁游戏的赢家，每一个人都说自己很棒，可是却没有人说是一开始他们得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所以圣经提醒我们，箴言第三章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有神指引我们的路，岂不是最好吗？我们不要再依靠自己的聪明。耶利米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所以让我们不但是 trust 信任信靠，知道神的膀臂有能力，而且我们还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不为自己选择那一条当行的路，乃是依靠神，完全的依靠他，让他来指引我们的路。所以要活在神的应许里，第二，我们就是要依靠神。我们要依靠神，当我们依靠神，当我们依靠神，诗篇九十一篇里面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应许。在这些经文里，我把它做成了下面有四个 PowerPoint 的 slide。 那么我念一段，弟兄姐妹念下一段，我们 rotate 的方式，用起印的方式，把神要给我们的应许我们都来读一遍。第三节开始说，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阿们。所以神在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些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不管是白天正午或者是黑夜，不管是敌人攻击的箭，或者是外面流行的瘟疫毒病，都不能侵害我们。更有甚者，如果我们自己遇到了难处，好像有那个毁蛇，好像有那个咆哮的少壮狮子，我们都能胜过。所以不管怎样的灾害，
耶和华神说，你来投靠在我翅膀的荫下，你来全心依靠我，你就可以胜过这一切。许多人就想，哇，果然如此，是的，果然如此。可是圣经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当耶稣受洗之后，他在旷野里禁食40昼夜之后，魔鬼来试探他。从耶稣的一段谈话，给了我们在刚刚所有读到的这些应许、保护、神的祝福的一个最好的注解。魔鬼跟耶稣说什么呢？说，哎，神不是有话说吗？你如果跳下去，他一定差派天使拖住你，你连那个脚都不会被石头碰到。耶稣怎么说？不可试探你的神。那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明白呢？这让我们明白，是的，我们在神的应许里，我们可以得着这一切从神而来的大能大力，外面的环境不会侵扰我们。就像我刚刚讲那一位姐妹，她说她回到台湾还是觉得受到很多的箭，可是那些箭好像就从她身边，好像打不到她，她外面有一个安全的盾牌，那个箭就自己掉落了。但是我们并不是在每一个境况中，我们把自己故意放在那个境况，然后说，哦，看我得胜了。同时我们经历神的应许，也不是说，啊，苏晨牧师，我跟你讲一个见证哦，神真的保护我哦，我们公司800人都被 lay off 了，哎，我没有被 lay off， 哇，上帝保护我啊。神不是要我们这样为他做见证，神也不是要我们把信心好像是放在一个计分表，哦，我祈求我的儿子SAT 考满分，哇，果然满分，哇，上帝，你这一次积分表10分啊，我下一次要祷告，主啊，你给我 promotion， 老板不太给我 promotion， 还不理我啊，主啊，你的这个信实不太灵啊，扣5分。我们的信心不是给上帝拿积分表，那不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是出于里面，因为我们相信神，因为我们依靠神，我们知道神在任何的处境中，他有最好的计划，他有最好的安排，他要按他赐平安的意念，让我们一生有益无损。阿们。这是真信心，从里面来的信心使我们胜过外面的一切。当外面的世界在震动的时候，我们不害怕。当外面我的同事都被 lay off 的时候，我有一个确据，主若要我留我就留，主若让我走我就走，一生都在主的道路里，也一生都在主的平安与祝福里。这就是活在神的应许。但是还有一样，诗篇91篇在第14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所以这里又让我们看见活在神的应许里，第三样就是专心爱主。所以主不是我们的阿拉丁神灯里面的那个 Yes sir，请问主人，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事？神也不是我们的那个万灵丹啊，摇一摇啊，我用祷告摇动你的手啊，主你就叮叮当当啊，那个应许就成就了。不是，我们要专心爱他。这里讲到我们与主的关系，因为这个爱并不是我们一般在希腊文里面看到那个 agape， 好，那种全然无私，或者说 filial 那种兄弟姐妹之间的那个相爱。这个爱在希伯来原文里是紧紧的依靠，就是黏得很紧。
所以专心爱我。 ESV 圣经里面的翻译非常好，他说这个人 hold fast， 就是紧紧的抱住神。所以我们专心爱神就是紧紧的抱住神，无论什么情况，无论我今天是一切顺利风和日丽，我们紧紧的抱住神，或者我在灾难的谷底，好像我的祷告神都没有垂听，我还是紧紧的抱住神。那个抱住不是别人强迫我抱住，而是我觉得上帝你真好，我要永永远远紧紧的把你抱住。我们当中有新婚夫妇生小孩不久的，对吗？ baby 刚生下来，我们是不是紧紧的把 baby 抱住？或者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有第一次的机会，你可以抱你的女朋友，你是不是紧紧的把她抱住？那样的爱，那样的热情，那样的渴望，紧紧的抱住来爱神，就是在这里说，我们要专心爱主。所以神在旧约里说，我们没有别的神，只有独一的真神。这个世界的功名利禄不是我们的神，这个世界在人看来平稳的道途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紧紧要抱住就是耶和华神。我们专心的爱他，他就要搭救我们，他要把我们安置在高处。这多好，这多么的好。最后结尾诗篇九十一篇最后的经文说，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所以我们相信神，依靠神，专心爱神，把所有这一切包括起来，就是我们要专心求告我们的主，在祷告中与他亲近，在灵修的时候借着他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就好像我们这一生，我们最重要的那个得能力的来源，那个得稳妥的来源，就是在祷告里与神亲近，在他的话语里面来认识他。有一个比喻说，读经、祷告、敬拜、灵修，好像是一个车子，一个基督徒每天这个开车子奔跑的四个轮胎。这个轮胎呢，缺一不可，轮胎要给他打足了饱饱的气，然后跑起来又省油又轻快。那我前不久看到一个漫画，有一个人很爱主，很急着要为主做所有的事，因为他觉得有主这样的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当然要奋力为主做见证，为主做工。可是旁边的一个乘客说，哎，那个轮胎啊，轮胎已经爆了，轮胎没气了，我们要停下来该换轮胎了。可是那个人说什么，哎呀，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哪有时间换轮胎啊。是不是好像有时候我们早上起来，哎呀，要给孩子做饭，哎，要送孩子上学，哦，今天办公室要开会不能迟到，好像我们那个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的灵修，哎，没时间了，没时间了，要做的事这么多，哪有时间祷告啊，哪有时间亲近主啊。盼望这个漫画提醒我们，一个车子好像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四个轮胎缺一不可，祷告、读经、敬拜、赞美，让我们在灵修里面亲近我们的神，让我们一生享受耶和华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丰盛的应许，让我们在地足享他的长寿，体会他一切为我们所预备的丰盛、平安与祝福。阿们。感谢主。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用一首诗歌做我们的祷告，也做我们今天给主的回应，就是敬拜团
带我们所唱的那一首诗歌，我需要有主在我生命中，好不好？大家起立。主啊，是的，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一生依靠你，寻求你，专心爱你，因为我们相信你的爱，相信你的应许。哦，主，求你保佑，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们再唱一次这一首诗歌，愿弟兄姐妹把它作为我们的祷告。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我是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们举起手向我们的主来唱，能学你的样式。